得他这种歌很像郑敬一耶。他都没有在注意耶，因为他还自己放最大声音，苹果就这么听。他没有注意。哎呀，是。哎，我就再来一次。啊，我也是没有把握。你不觉得这个歌很震惊吗？对。哎，我觉得他这首歌很像郑敬一耶。在干嘛？是这样子啊，我没有经历过，我都在台上弹啊，我没有经历过这种跳舞。我也是，我都在台上唱啊。你唱完就下来了，我没有唱很晚。那时候早期这种六七零年代就有这种老色鬼，真的。我那时候是小。小色鬼，哦，是不一样，是娇妹。今哎，今天你是那个没有，又是渣男呐，渣男啊！每次就是我来演都是渣男，很少让我演善良的男人呐。就算有的话，也是老人呐。你是演什么就要像什么了，渣男就渣男呐。反正我老婆不觉得我渣男。快走啊！你这你现在那个搞不了。虽然是一下，但是什么？伊拢未承认啦！我为着要甲囡仔揢掉，伊拢未承认啦！拜托，含这样出来。什么你啊？讲一下，伊拢未承认啦！我承认。哈哈哈！我无。你怎会承认啊？我无。你是不是心内足不平的？揢囡仔就出来啦！你们想要做的代志，笑我恁做。你也知影，我嘛一个人，当龙虾到一百几斤面，差不多住无过啊！一百五斤。他干了，你知道吗？含精都无啊！伊有伊啊！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